不装了，摊牌了。哎，其实我们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海贼团呀，哎，叫明游社海贼团。败在我们手下的海军将军有多少呢？数不胜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口气打十个海军将军啊，直接升级到中校。哎，看看这一路上呢，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的阵型还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阵型经过了实验呢，胜率还是挺高的。双方作战地方还在海岛湾，我们有主场优势。由于视频的时长有限，我们就简单描述一下双方发生了什么呀。第一个将军是上将，他的阵型是小船夹大船，中间的大船是比较容易探出来的。然后经过多年的作战经验呢，我们判定剩下的三个小船呢都在上路，于是产生了这个最后三连击这么一个战斗效果呀。不知道的对方可能以为我们开了天眼，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判断的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个身经百战的人呢都可以做到的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场战斗，刚和海军打完呢，又过来一只海盗想趁火打劫呀，敢来剿灭我们一个少校级别的海盗，肯定有不同凡响之处。没错，哎，他带了一个家伙过来呀，这家伙不知道从哪搞来了几斤核弹，甩到我的脸上，当场把我吓一跳。不过后来才发现啊，你仗着核弹过来打仗，实际上自己的能力呢，连一些新兵都不如啊。他现在怎么对我们的呢？我们要加倍奉还。等到了后期，他还是没摸到我们两个一号艇。最终我们手里留下来的雷达探到他最后一艘一号艇，也算是结束了战斗呀。可以看出他的阵型呢，是一圈包两船，沿边缘放了一圈，中间只给了两艘一号艇。最终击败了这个海盗团，成功保护了我们的小岛啊。好的，过了一段时间呢，又来了一个海盗，是一个笑脸海盗团，前期就打到我们的四艘船，几乎占了我们舰队的一半了。本以为我们的舰队会全军覆没，没想到在后期迎来了转机啊。我们这边的两艘一号艇依然很坚挺，没被敌人发现。而对方呢，我们击沉了一艘二号艇之后呢，使用了雷达，最后把他的一号艇给探出来了。他的阵型倒是没什么规律啊，按照我们以前的套路打呢，就能打掉他。经过了一次海军的围剿和两次海盗的对战呢，我们的海盗团元气大伤。不过又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整呢，我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了。这次又有一个新的敌人，在战斗打响之前呢，我们重新确认了水雷的位置。这次又是一支海盗团，红发海盗团，实力相当强悍，几乎把我们打入团灭的绝境。最后还剩一支一号艇在苦苦坚持。本以为我们要坚持不住了，但事情发生了转机，在他们上路发现了一号艇，于是把全体大炮瞄准了上路射击，又打到他的一艘一号艇。按照阵型对称的原则呢，再立即瞄准下路，最终居然也打到了，实现了最后三连击一号艇的效果呀，成功击退了敌人。告诉他们，我们不是好惹的。紧接着又遇到一个五星上将呀，我们这个海盗团真的是多灾多难呀。不过这次敌人不堪一击，我们的舰队损失才过半就击退了他，快速休整一番，迎接下次战斗。又是一只海盗，少将级别的海盗团，打得我们还剩下一只一号艇了。不过他那边更惨呀，我们进行了全海域火力全覆盖的打击，最终他也扛不住了，败下阵来。可以看到他的阵型集中在中间部分，两侧几乎没有船，我们动用了一切力量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。海盗打完海军来，经过了大半年呢，一直在努力的对战海盗，这天和一只海军舰队不期而遇啊，是一个海军少将，他的实力想围剿我们还是不太行呀，建议回去再学习一下战术思维。他的阵型就比较随机了，没什么规律可言，最终我们这边还剩下三条船，看来海军是在试探我们呀。过两天又来一个五星上将，你们这是要来是一起来呀，要不来是一个也不来。这后期他就把我们的四艘一号艇全灭了，让我紧张的不行啊，因为剩下的两艘二号艇是比较容易探到的。最终当机立断，打他的下路，打爆了他最后一艘一号艇，结束了战斗。他的阵型主体集中在上路，下路的一号艇船之间的间距非常大，比较容易中圈套。好的，下一个对手，这个对手就有点意思了。首先这场战斗呢，我们没有打完就逃走了，如果再晚一点就全军覆没了。本以为这只海军没什么，看起来也很正常，而且军衔也不是太高呀，和我们是同一军衔的，没想到之后我就后悔了。你看这个熟练程度，丝毫没有半点犹豫，打的方向也是极其的准确呀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已经四连击了。你要是个国人我就不说什么了，可能有些人看过社长的视频，你这打着外国的国旗一瞄一个准啊。幸亏我跑得快，不然人都没了。哎，刚逃出来呢，又来一个要命的，半路又被一个海军中将给拦住了，上来就给我吃了一个核弹，老要命了。至于吗你们？哎，这几个月呀，仗不太好打呀，根本不给我们喘息的机会。不过幸好这个中将呢，我们还能应付，只是开局就放核弹确实给我们吓到了。没有悬念的话，下一次战斗我们就能晋升为中校了，趁热打铁。正好又来一个海军中将，前期我们两架战斗机往两侧打，结果什么也没摸到，说明他的阵型集中在中路。后期我一看，哎呀好家伙，似曾相识的感觉呀。不过他的两侧没有船，剩下的三只一号艇可能就在 H 航了，全体炮空，集中火力打击 H 航，又是三连中。哎，你看这种结尾啊，在我们这里非常常见，怎么猜都能猜到，主要是他的阵型太规律了，我们都见过很多了。哎，一口气打到中校，哎，这样打是不是更爽一点呢？
好的，我们的海盗团也要开始休整了，击败了这么多的海军舰队还有海盗团，他们这一段时间应该不敢再来挑衅我们了。哎，趁着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来管理一下内政，把我们掠得的金币呢赶紧给岛上修点东西吧。哎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宝箱，里面居然有20000的金币，哎，非常的不错呀。我们就再建一个城市拱门，哎，长得有点像凯旋门，寓意也是非常的好呀，每次我们都能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呀。好的，又解锁了一个旗帜，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。好，下一个游乐园我们现在建不起了，再休息几个月吧，我们再去掠夺掠夺。